世界怎么这么安静，感觉被所有人抛弃，生活这么拼命努力，是不是也算一种远离？这世上除了我，只有千万个你，逃离那些让你波动情绪的事情。世上没有真的感同身受，面对其实只有一个人，一个人在夜里哭着，哭到头痛直到睡着。没有